快放假了，你想不想去旅行？当然想。中国的名胜古迹多得很，去哪儿呢？你说吧，听你的。先去桂林吧，那儿的风景美极了。嗯，从这儿到桂林坐火车要坐多长时间？大概得20多个小时。我们在桂林玩3-4天，然后去上海。这个计划不错，就这么办吧。7点有电影，现在去来得及来不及？来得及。我们看电影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？对，上海的东西比这儿多得多。去上海的时候，我想买些礼物寄回家去。你觉得上海哪儿最热闹？南京路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商店，买东西非常方便。听说上海的小吃也很有名。你不是要去豫园游览吗？顺便可以尝尝那儿的小吃。对了，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下浦东开发区。浦东开发区？对，那很有名的。